大家好啊，今次介绍呢隻日本东方星蓝金水泡圈限量版。呢副限量版喺2019年生产，已经出咗5年啦，所以现在买少见少。咁听东方代理讲咧，呢款攞咗个设计大奖嘅。除咗个标圈系 book 之外咧，连入边嘅 index 都系做到原位嘅。啲针面壳、带、扣都有少少卜卜地噶，所以实物好流线型嘅，做工好精美嘅，所以攞到一个设计大奖。讲一讲个 spec 先啦，日本制造，全球1200只限量版啦，有50小时动力显示器啦，咁个夜光系超强劲嘅，一个蓝宝石水晶玻璃镜，防水200米螺丝锁把的旋入式标底。东方星咧采用自家机芯嘅，咁另外佢有个保险扣嘅。咁买呢隻限量版有个胶带附送，再睇睇个夜光非常之强劲嘅。再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都好贴手舒服嘅。咁 size 系42mm， 啱翻东方人嘅手型。咁呢款限量版已停产啦，买一隻少一隻噶啦，所以极罕有。咁今次我哋有个超送价俾我哋嘅标迷。呢隻表系几千蚊可以买到，所以好抵玩噶。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我哋铺头睇下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